潘阿佑个性开朗，热心服务，积极参与社区活动，是歌唱比赛常胜军，是一项就是热心公益的啊。凡是我们会里面有任何的活动啊，不管是静态的或者 是动态的啊，那我们潘大姐呢，我们潘阿佑大姐呢，她就是全心全意奉献哦，在我们老人会也很肯付出啊，她对家里 也都很付出。我参加老人会，啊，甲参加迄天公庙，我是讲啊，来遐消遣一下，大家当过来，吼，啊来待多一时间安尼啊，啊加减忙到做，忙到遐安尼啊，忙忙，较袂无聊安尼啦。长期在福文老人会担任义工，潘阿佑也在玉清宫膳食队担任义工，遇到节庆假日时，十分的忙碌，无怨无悔。